Shape of You。 那么这首歌曲的话呢，有一点点的难度啊，它的原调是升 CM 的，那我们选调里面是 AM、和弦就稍微简单一点点这样子、如果想弹原调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变调夹、变调夹夹在我们吉他的四品这个位置、刚刚的男生唱的话呢，就是用变调夹加四品来弹唱就可以了。那么女生的话呢，我们直接就用一个 AM 调来唱，就是我们谱子上的选调来弹唱就可以了啊。那么如果想下载曲谱的话呢，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叔音乐屋搜索到，有购琴的需要的话呢，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淘宝店大叔乐器啊，我们的淘宝店号是19442322，变调夹也有卖哦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接下来先来说一下这首歌的一些和弦。G小弦中指按在我们的五弦啊，五弦的二品，摇五名指按在六弦三品，小尾指按在一弦的三品。好，非常简单啊。好，那么下面一个是 F 和弦，大横按和弦啊，食指横跨我们吉他一品。好，要中指呢按在我们的三弦啊，三弦二品这里。好，要大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无名指按在五弦三品，小尾指按在四弦三品就可以。好，那么这里呢，如果大横按不太熟练的小伙伴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偏方啊，我们叫做来食指和大拇指紧压在我们吉他一品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压紧，把你的吉他这样子吊起来，对，吊起来，一直保持啊。我们刚开始的话可以先保持五分钟，然后再十分钟这样子，然后一天下来大概练习五到六次的话呢，一个星期之内也会有一点效果了。好，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 DM 和弦啊， DM 和弦，食指压在我们的这个一弦啊，一弦一品，然后我们的中指呢啊按在我们三弦二品啊，三弦二品，
小一张在二弦的三品。好，下面一个 AM 和弦，食指按在我们二弦一品，中指按在四弦二品，无名指按在三弦二品。好，那么最后一个也是 G 和弦啊，那么这个 G 和弦同样是一个大横按和弦，为什么我们这个和弦也要来学呢？啊，因为等一下在我们扫弦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扫弦的节奏型需要用到啊这个大横按的 G 和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食指横跨我们啊吉他三品，对，然后中指呢按在我们的三弦四品啊，无名指按在这个五弦的五品，好，小尾指呢按在四弦的五品。哎，它这个和弦啊，这个大横按的 G 和弦呢，跟我们 F 和弦是一模一样的按法，只是品位不一样。这个 G 和弦的品位在三品开始，那么 F 和弦的品位哎在一品啊。那我们只要把这个 F 和弦挪两格，一格两格，就可以变成 G 和弦了。啊，非常简单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前奏啊。我们用一个边调夹夹在吉他四品，对，用原调来演示一遍啊。同样用原调来教学。里面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前奏啊，用到的是一个闷音的一个技巧啊，我们右手闷音的技巧。那怎么去闷音呢？这就是闷音了，对，如果我们不闷音的话啊，其他声音是非常响亮的啊。那怎么去闷音？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右手啊，大鱼肌、小鱼肌。那我们闷音的时候需要用到我们这个小鱼肌，对，不能压在啊，轻轻的放在我们这个琴桥，对，弦桥上面就可以了，就轻轻的放在上面啊，不能压着。如果压着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么声音就没有了，要轻轻的放在上面就好啊。对，你要轻轻的放在上面，哎，放在上面的话，就会有一个砰砰砰砰一个若有若无的一个声音在这里，哎，这就是一个闷音啊，闷音技巧。对，这个我们要多点练习一下，就是把小鱼肌这个地方轻轻的放在吉他的这个弦桥上面。好，要不要动？我们拨弦的时候呢，同样的小鱼肌还是要放在我们这里啊，不要动。你看，对，还是不变的。那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闷音的一个效果了。哎，这个需要大家去多加练习练习啊。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闷音的技巧来学习这个前奏啊。来，先把这个 AM 和弦按好啊。我们看一下第一小节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前两拍，前两拍是。非常简单，那我们如果只这样弹的话呢，是非常简单的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节奏型。先来看一下第一拍，啊，第一拍是噔噔，啊，三五弦同时拨响，然后二五弦再拨响，对，闷音，哎，闷音一个技巧，噔噔，再来一遍，三五，然后二五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么它们之间有一个浮点啊，所以是中间那个距离呢会稍微拉长一点点，再弹响它的后半拍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前半拍先弹响，噔，然后噔，这样子啊，噔噔，再来一遍，噔噔。好，那么第二拍的前半拍呢是一个八分符号，所以是停顿半拍啊。停顿完半拍以后，我们弹响它的后半拍，三五弦。就可以了。那么整个节奏型是大大大这样子啊，啊，大大大这样子，噔噔噔，再来一遍，噔噔噔，再来噔噔噔。好，那么转一下 D M 和弦，其实不用转啊，我们 A M 和弦和 D M 和弦这一小节里面呢，那个手型都是一样的，它的只是根音不一样，加它三四拍。同样的一个节奏型，同样的一个弹法啊，只是根音转换了一下，三四弦同时拨响，然后二四弦同时拨响，然后再弹响三四弦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一遍，噔噔噔，再来噔噔
非常简单。那我们把 D 小节连贯一下，再来一遍啊，慢速度一点啊。再来一遍，大大大大大大，啊，那么跟着拍子来走的话呢，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这个结构型啊。再来一遍，大大大大大大，啊，大大大大大大，啊，非常简单。好，继续看一下它的第二小节，那么第二小节用的是 A M 杠 F 还有 G 和弦啊。那么我们保持第一小节的这个手型啊，这个和弦先不要变，然后大拇指放在我们吉他的六弦一品就 OK 了。好，弹法和节奏也是一样，那么根音转换了一下而已，就变成了三六弦同时拨响啊，然后二六弦，然后再三六弦。好，那么第二小节三四拍转换一下啊，把这个和弦松开了，然后无名指按在我们的六弦啊，六弦三品这个地方，好，然后再拨响，再拨响二六弦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把我们的中指压在三弦二品，同时拨响三六弦。好，然后再把我们的中指松开，再弹响三六弦就可以了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把这个第二小节连贯一遍。好，就可以了啊。再来一遍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非常简单。好，那么三和四小节的弹法和和弦呢，跟一二小节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我们把这个节奏型再来演示一遍就可以了。哎，那就 OK 了。好，那么节奏型的话呢，需要把握一下，然后就是我们和弦转换这个地方呢是非常方便的，我们也要多加练习一下，那就 OK。 好，那么看一下它的 A 段啊， A 段呢我们用的是一个和前奏一样的弹法，对，也就是说把 AM 一二拍这个弹法带进去 A 段里面来弹奏，然后 DM 带进去 A 段里面来弹奏，好，如此类推就可以了啊。所以我们在练习这个 A 段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前奏背下来，对，一定要背下来，背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弹唱 A 段这部分了。好，那么呢我们到了这个 B 段以后啊， B 段以后用的是节奏型一，那么节奏型一它的一个扫弦呢我们之前没有学过啊，里面有一个闷音的一个技巧。那么什么叫闷音呢？啊，我们可以试着把左手，对，轻轻的，非常轻的压在，也不是压在，放在我们琴上面，那么这就是闷音了，对，没有声音啊。如果你左手非常大力的按着那个琴弦的话呢，就会有声音，这不叫闷音啊，轻轻的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哎，我们左手闷音就是这样子，右手的闷音呢就是轻轻的放在吉他的弦桥上面。就 OK 了，所以两个手的一个闷音技巧是不一样的，我们都要练习一下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练一下这个节奏型一的扫弦，原始扫弦啊，就是没有带任何技巧的。那么这四拍里面呢，就是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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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非常简单。扫弦的时候手腕一定要放松，对，幅度要大一些就可以了。啊，全部弦都要扫到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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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先要把这个闷音技巧带进去了。我们用一个 AM 啊，对 AM 来试一下。我比较喜欢用 AM 七啦。那 AM 七怎么按呢？先按好 AM， 然后松开我们的这个无名指就可以了。啊，非常方便了。OK， 来继续第一拍，前半拍我们要扫出来，下
好，那么第二拍呢，上面有一个空心的一个圆点，空心圆点啊，就是闷音的一个技巧的符号。那么闷音，好，接下来要把这个小尾指还有无名指呢，左手啊，小尾指、无名指，轻轻的像我们刚刚那样放在吉他弦上面，哎，要跨过所有琴弦啊，然后再上啊，往上扫就 OK 了。上，哎，我们把第一拍连贯一遍。再来，下闷音，下上，下上，哎，非常简单。好，那么第二拍，前半拍也是一个闷音，是往下，啊，往下的。那么我们的手就可以不用松开了，啊，这两个手指就可以不用松开。好，那么它的后半拍呢，我们是上啊，是一个开放音色，我们就把这个两个手松开，也要往上扫。这样子，好，前两拍的弹法是，我们把前两拍连贯一下，下闷音闷音上，啊，这样子，再来一遍，哎，控制的非常好，哒哒哒哒这样子，哒哒哒哒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，好，那么后面的三四拍呢，都是一个闷音了，我们就非常简单了，直接把手轻轻的放在吉他弦上面就可以了，然后下上下上就 OK 了，非常简单，三四拍的弹法啊。那我们把整个节奏型慢慢的连贯一下，下闷音闷音上闷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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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非常简单，试着把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。那么练熟以后呢，可以再把速度稍微加快点，哎，感觉好像一个很炫酷的一个技巧啊，哎，蛮好听的这个旋律啊。我们慢慢的先从慢再练到快，再把这个节奏型带进去 B 段弹唱的时候，如果不懂的话呢，可以翻回前面啊，往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吉他演示，听一下这个旋律还有这个扫弦的一个节奏，那就 OK 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它的 C 段啊， C 段呢，我们用的是一个节奏型二的一个扫弦方法。那么节奏型二非常简单，第一拍是下下，啊，下下，这样我们用一个 AM7， 同样的用一个 AM7 来演示一下。好，下下，啊，下下，好，第二拍是一个前八后十六的一个节奏。那么前半拍是下，啊，它的后半拍就是下上的。那把它连贯起来，我们试一下啊，下下上，对，再来一遍，下下上。那么这是第二拍的一个弹法，我们把一二拍连贯起来，下下下下上，这样子，好，再来，下下下下上。非常简单啊。那么第三拍是一个前十六后八的一个节奏啊，前半拍是下上，哎，后半拍就是下，那把第三下，那把第三拍连贯起来啊，下上下，哎，下上下。好，那么第四拍跟第二拍是一模一样的，也就是下下上这样子啊，我们就直接不说了，来直接连贯一下啊，这个节奏型的。下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，好，再来一遍，下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。练好以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个慢的速度练完，这首歌的速度稍微有点快，所以我们这个节奏型呢要找的也是比较快一点才可以的啊。我来演示一下快的速度，这样子，再来一遍，好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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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好，连我自己都说的有点快了，啊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我们同样的练熟节奏型二以后呢，带进去 C 段里面就可以了。那么在我们弹唱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一个就唱的不协调的话呢，同样的可以翻回我们前面看一下它的一个演示，就 OK 了。好，那么到了第一段啊，到了第一段以后，我们还是返回一个前奏的弹法。那么唱到哪个地方呢？唱到 I'm singing 啊，就是 G 这个地方，
我们就紧接着接回一个井号啊，带有井号的这部分，也就是我有一个啊框框框着的这部分啊，接到那个地方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扫弦节奏型了啊，用一个节奏型二来扫弦。对，那扫回到这个 B 段以后，再用回节奏型一啊，那到了 C 段再用节奏型二，那就 OK 了。那么我们唱完 C 段呢，就直接是接到 Come on 啊 ，Be my baby 这地方。那么这句歌词呢是没有和弦的，对，然后要唱四遍。我们可以给自己打一个拍子啊，大大大大这样子啊。Come on baby baby come on, c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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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baby 这样子。然后就唱完四遍以后呢，我们就是进入到它这个用节奏型一的弹法的这一段了。那么我们刚才试了一下，就大概这样子就 OK 了啊。那么唱到最后呢，一个 G 箭头往上，什么意思呢？那么就是扫一下，然后立刻把音制住就 OK 了。那同样的这个箭头呢，在我们谱子上面啊，就是在上面那些歌词里面也有出现过，那我们注意一下就可以了，就是扫一下，然后立刻把音制住就可以了啊，扫出来，然后再把手快速的压在我们的吉他弦上面，也可以不用压，只要是让吉他弦不发声就可以了啊，这样子就 OK 了啊。那整首歌的难度在于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这个闷音的技巧，对，还有前奏的一个节奏型的把握啊，我们还是要多加练习一下啊。那么这期我们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加练习，把这首歌完成和搞定它啊。那谱子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大说音乐屋”搜索到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